祝您好运，祝运满堂。大家早上好，我是佩诗，今天就来看看教会的最新活动吧。我爱我家棒嘟嘟所推出的任务呢，已经在进行当中，请大家继续努力完成16项活动，还有要 hashtag 我爱我家棒嘟嘟才分享哦。详情与条例可以去到菲拉铁菲教会的面子书，让我们一起努力完成任务，一起建立我们的家，加油！在2月17号星期日的傍晚5点到晚上10点，在菲拉铁菲教会将会有北马区和中马区的精兵和耶稣亚校友交流会。今天的感恩会将落在2月24号的下午4点，当天将会有自助晚餐招待。此外，在感恩会前的3点将会有数算恩典蒙福祷告会，鼓励弟兄姐妹参加，一起以感谢为祭献与神。今天的教会营将落在6月5号到7号的开斋节假期，地点在 Bukit Gombak。这次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来自香港基督教复兴教会的刘志山夫妇以及他们的敬拜团队，弟兄姐妹记得预留你们的时间哦。此项特别交通报告是由 PCQ Plus 为你献上。来临的星期二就是大年初一，游子们纷纷回乡，南北大道已经开始出现多车堵塞的现象。在出门前记得把车子检查好，把油填满，路途中可以使用 Waze 以了解交通情况。累了就到休息站休息，千万别停在高速公路旁，冇跟车太贴，冇见位就是。新年期间也要饮食均衡，年饼吃太多身体易上火，多吃些蔬果病痛不着火。最后恭祝大家新年蒙恩，四季平安，福气安康。